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议会内外，我是刘慧卿。今天呢，我非常高兴是请到我的党友，也是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是上来跟大家聊聊天。阿廷，多谢晒。多谢你，大家好。阿廷，嗱，眨下眼呢就四年了，即我讲四年前你参选的时候，然后选了入立法会。你当时有没有发梦，有没有想到四年后香港议会又好，民间又好，是这样的状况的呢？当然没有了，姐。如果我講近啲年幾之前啊，都冇諗到嘅。即係由阿林鄭提呢個送中惡法之前啊，都冇諗過香港會變到今時今日咁嘅惡劣狀態。就算上年嗰個運動比較激烈嘅時間，都係冇諗到會發展到現在咁嘅指鹿為馬、以言入罪，去到咁惡劣嘅情況咯。喂，如果當時係咁咧，即係2016年係咁咧。咁你就會唔會話即係想去參選咧？咁冇變嘅喎，冇變都會嘅。嗱，其實咧就冇遇到係惡劣得咁急促，不過咧都預咗共產黨嘅打壓一定會越嚟越厲害噶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始終啲工作都係要有人去做嘅。咁有啲人企前啲，有啲人企後啲，都係企喺個運動裏邊一齊頂住咯。其實你而家咧有幾多個指控啊在身啊，即係要數一數俾啲控罪啊，控罪啊，指控就無數啦。指控冇罪要上法庭嘅，有幾多個在身俾啲網民聽下啦？五條啦，就最近嗰條就係暴動啦。暴動哦，即係七二一，我暴動啊，全世界都睇到。好離譜。另外咧，暴動啦，一個妨礙司法公正啦。呢個喺立法會裏邊啊，依家邊個啊？唔係，就喺個運動嘅期間，指話我係問一個市民，佢會唔會刪除佢手機入邊影咗人相？喺屯門檔案，屯門差館附近嗰度嚇。係啦，嗰陣光復屯門嘅行動嘅。嚇，另外咧？另外就有兩條係妨礙立法會開會啦，即係送中惡法嗰個法案委員會開會嘅時間，就話我阻礙會議進行啦。咁啊，呢個權力及特權法啦。最後一條就係亦都係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啦，咁嗰個都兩年幾前噶啦，即係都係立法會裏邊嘅，係啦係啦，即係三條喺議會裏邊，兩條喺出邊，係啦。嗱，咁而家其實民主黨咧嗰個諗法咧，就係希望咧係繼續為市民服務噶喺議會，係嘛？咁而家都嚟到九月尾啦，咁就咁但係黨又話要做個民調，睇下市民同唔同意，即係個黨就同意嘅。但是有些人都問我，你同意就去咯，為什麼又要整個民調呢？挺是的，我們的立場一直都是認為應該要堅守個議會戰線的。不過三四個禮拜前我們這個立場呢，是雖然我們有些支持者是支持我們繼續留守，但是呢也都有不少市民，包括我們部分的支持者呢，都覺得喂，不如去撤出整個議會啦，即係永遠撤出啦。佢又唔係話永遠，佢哋啊講緊嚟緊一年撤出啦咁樣。點解？咁佢覺得因為我哋嘅授權啊，過去個投票係四年嘅啫嘛。咁你無啦啦人大啊加多咗一年，用個疫情做藉口，咁我哋冇咗嗰個市民嘅認受性，咁啊唔應該留喺度啦。呢個都係有個道理喺度嘅。咁所以我哋最終就睇到，喂，嗰個分歧係比較嚴重。咁啊，聽咗市民嘅意見，當時就話一係做民調，一係做公投，咁啊解決啦。咁公投大家知道得一個月時間，人力物力好困難係做得到啦。咁所以就用一個公投嘅方式交俾用民調嘅方式民調嘅方式交俾阿鍾廷耀博士一個即係好有公信力做民調嘅學者去處理啦。咁而家就應該係下個星期一就開始做係咪啊？是9月21日開始做的。做幾多日啊？做一個禮拜去到28日。咁就幾時有結果啊？即係會公布啊？我相信是29日啦。哦。29日會有初步嘅結果㗎。冇初步啦，因為你公布嘅結果。
就是結果㗎啦。冇錯，即係佢仔細嘅分析，可能要多啲時間啦。咁但係佢都知道係要月尾之前要做好㗎嘛。知道㗎，知道，大家知㗎嚇。嚇，咁就即係。市民想點咁，但係當然係市民啊，冇得投噶，冇得咩？有啲人就問：，喂，我一定咩？我話人哋揀到你先得㗎。我話呢個係一個即係有代表性嘅選擇，2000人啊，係咪啊？定1000啊？我睇到啊，鍾博士啱啱就話要加多啲個樣本，即加多去到2400個左右。點解呢？咁啊，佢有空間做多少少，做多啲好嘅。咁啊，好貴，越整越貴喎，係咪？咁啊，唔係個開支預咗㗎啦。開支預咗。咁所以咧就睇下點啦，即係民主黨就講咗，即係如果多嘅唔俾嘅，咁你哋就唔入啦。如果係多嘅贊成嘅就入啦，係咪？係咁簡單啫，係嘛？即係人哋好混亂啊！嗱，鍾庭耀博士 set 嗰個門檻咧，就唔好整住啲麥嚇。唔會 set 嗰個門檻咧就係三分二嘅我哋嘅支持者，如果係要我哋走咧。我哋就走三分二，係啦。不過我哋覺得三分二嘅門檻太過高啊。喂，你唔好講鍾庭耀乜啦，你淨係講而家決定咗，我哋要清楚。你要俾我哋講嗰個道理先得㗎啫。我哋覺得太過高，所以自己就調低咗。如果受訪者我哋支持者嘅一半係要我哋走，我哋就會走㗎啦。係。咁所以喂，受訪者同你嘅支持者係兩班人嚟㗎。受訪嘅支持者。即係因為受訪者裏面有些是保皇黨的支持者，有些是其他民主派。那你要問他一條問題，就是你是不是支持者先？冇錯，有呢條。或者他話不是，但是不是表示他話不是就不會再問他的喎，係咪啊？冇錯，都會問他的喎，支不支持的喎。其實先問了他支持去定留先嘅，跟住先至問他是不是支持者？係啦，冇錯。咁佢話：喂，我講完俾你聽，支持者，不過我要改翻頭個答案得唔得啊？咁咁呢個我唔識答你喎，呢個鍾庭耀博士處理。唉，真係撈舊。咁而家即係總言之係一個門檻，就係支持者嘅一半。咁另外嗰堆咧？咁有一堆已經係答曬你，但係又唔係支持者，咁都睇埋計埋數，咁嗰個數係點咧？嗰個係參考啦。參考。因為我哋冇理由聽阿何君瑤嘅支持者叫我去定留噶嘛。其實你問到佢實叫我走噶嘛？其實有啲咧就係市民，佢又未必係支持何君瑤或者支持林卓廷，有啲市民咧就喺中間嘅，好多時咧就去投票嗰前兩日佢先決定。嗰、那個投俾邊個嘅？呢個喺全世界都係。咁嗰班人咧，你突然間喂你係邊個支持者？咁佢話我都未決定。咁嗰班人，咁但係你都照問佢喎。咁佢會覺得即係我嘅想法，你都應該考慮一下啦，係咪啊？其實我哋同阿鍾庭耀博士爭取過幾次嘅。爭取乜嘢？爭取過嘅就係話睇下可唔可以問曬全部民主派嘅支持者。或者唔好問其他啦。民主派的支持者，但是鍾庭耀博士呢，其實他說為什麼要問我們參與民調的政黨和議員的支持者呢？他就說因為我們的民意授權是來自我們的支持者而已，所以他說學理上呢就應該只是問回我們的支持者，而我們爭取過幾次可以問闊一點，鍾博士說他都不能夠同意，所以我們最終就唯有尊重他啦。你啲由頭到尾都話尊重佢嘅，咁啊支持者好緊要啦。總之你支唔支持都好啦。有人喺下個星期一至六啊，六日啊，嗰幾日如果有人訪問你，你咪噏你自己嘅睇法咯。咁我哋希望所有市民嘅大部分市民都係好誠實嘅。除咗咧有一年咧，我記得咧，因為嗰當時我哋就好擔心啲人咧，就係做個選舉工程啊。他就經常站在票站那裡就走出來，喂你投到誰啊？一般的市民就很誠實的，我投了民主黨，我投了民建聯，我投了工聯會，投了公民黨，這樣說。但是呢，我們就擔心他用那些數字呢就做他的選舉工程，就看看他多少出了來多少什麼。那我們呢就不會叫市民說謊的，當然不會啦，我們自己都不說謊，就是我們就要考慮或者他不要說，是吧？咁咪頂佢，即係破壞佢個選舉工程嘅計劃嘅。咁後來就唔知啲市民講咩，咁當然個口喺佢塊面，佢講咩佢嘅事啦。咁所以咧，但係而家市民咧就即係做調查咧，你睇翻上一次，
譬如話美國嘅總統選舉，或者嗰個脱歐嘅問題，出嚟嘅結果咧係同個民意調查唔同嘅。咁有啲人就研究咗咧，就係覺得有啲人咧，佢係唔答嘅，或者民意調查佢講啲唔同嘅嘢嘅。不過呢啲我相信阿博士都全部知道曬啦。嗱，冇百分百噶啦，即係一個重要嘅參考啦，即係民意嘅反應啦。因為你做唔到個投票嘛，咁呢個好遺憾啦。係，我哋希望做完呢個民調之後，個爭議無論去或者留，到此為止啦。我相信咧就唔會嘅，停你都知噶啦。我哋盡量啦。即係爭議會繼續嘈，但你已經決咗定啦嘛。係啊，咁咪入翻去。不過其實咧，呢個禮拜五都有個會嘅啦，立法會嚇、啊、財委會啦，係咪啊？下個禮拜。下個禮拜五，咁你哋去，你哋都會啦。嗰、那個時候去啦，因為你哋係議員嚟噶嘛。係，冇錯冇錯。咁如果當你哋係翻去啦，咁有啲嘢都要當住嚟講噶，係咪？除非你唔肯講。下個禮拜未完我哋會期嘅話啫。咪所以就有個財委會，所以你哋一定應該要去咯。冇錯。無論嗰啲有啲話要走噶啦嘛，咁都係因為你係議員至到呢個月尾噶嘛，冇錯係。咁你係你嘅職責嚟，咁你嘅職責係要杯葛，咁啊當然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啦。咁下個月如果係翻去咧，咁就開始啦，新一年啦。咁就行政長官咧就會嚟，就係、是、做佢施政報告。咁有啲議員咧其實已經咧係去見咗行政長官噶啦。咁民主黨咧我就未見到見啦。咁或者你同我哋啲網民講下，即係你哋見唔見咧？你哋會點樣處理呢啲同行政機關嘅關係呢？其實上一年我哋都唔見阿林鄭噶啦，冇見噶啦，冇見噶啦。不過我哋有將我哋對政府嘅不滿咧寫咗文件交過去俾佢噶啦。咁我相信今年咧，其實都對佢都唔知道有咩好講，真係唔知道有咩好講。希望佢望下呢個節目，你望住佢講幾句俾佢聽啊！我真係唔想同佢講嘢啦，阿姐。唔想同佢講嘢添啊！係啊，點解咧？喂，你講下俾我聽，點解唔想同佢講嘢？因為佢係咪佢係咪真係唔想聽你哋講嘢？佢塞住自己隻耳，合埋對眼，淨係聽一啲啱聽嘅説話，聽北京嘅旨意。根本你識佢咁多年，呢幾年啊，仲惡劣到不堪。咁所以根本如果佢肯聽嘅，香港就唔使搞到今時今日咁嘅地步啦。咁啊，我覺得現在最重要咧，就嗰十二個香港人嘅安危問題，我哋一路會逼政府去做嘢啦。另外咧，就個去留嘅爭議，盡快解決咗佢。咁啊，一路窗口對外，無論留喺議會或者離開議會，都要繼續逼呢個政府、啊、一定要即係睇實佢，唔好俾佢即係太過亂嚟。我哋要團結住咯。即係其實你講話係，因為有啲議員咧，佢又話唔聽呢個民調啊，或者咩話佢要走。咁有個可能咧，就唔係咁多過一齊繼續一年㗎。咁但係你哋嘅諗法就係、是，就算有啲唔留喺度啦，你哋一度大家都會，因為公民黨啊，同埋有幾位議員都同埋你哋一齊㗎嘛。即係你哋嗰一堆就一定留。有些要走的你們都不理了，你們照留。其他官員譬如好像財政司司長，他有個財政預算案也都會跟著來啦，即各方面的諮詢那些見面，其實民主黨是會怎麼處理呢？即如果你留在這裡、我們應該要提出的一定會提出、譬如現在的防疫基金，我知道，但是你會跟他見面，我們都會講的，不過會不見面，是不是不見面？怎麼講？現在不講得住了。不過你問我們呢，我們就對現在的政府呢採取一個即都是很負面的態度的了，即如果沒有必要就不會即走去跟他談些什麼，但我們也都有我們的渠道去將我們香港人的憤怒不滿跟他反映的，即係你哋會溝通，但係就未必係面對面啦。即係總之你要將你啲嘢到時再算啦，啫。到時即係你而家問半年後財政預算案點，到時都唔知啊。可能我已經拉咗坐緊監啊，係嘛？點解你會咁講咧？你點知啫？而家香港你睇下快必都坐住啦，係嘛？唔俾你保釋就得㗎啦，拉多你幾條，跟住話你違反保釋條件，咁啊拉你坐住先㗎，都得㗎，係嘛？諗唔到咁遠㗎啦，而家。咁喺議會裏邊係大家點樣抗爭，講唔講得，因為都唔講得字咧。嗱，議會嘅抗爭咧，兩個途徑，一咧就係跟議事規則同佢搞程序，
拉布啊等等的阻挠啊咁样。第二咧就系、是、议事规则外嘅，可能啲有啲肢体冲突啊，或者系企出嚟抗议啊等等咁样。咁具体点做呢？真系睇翻到时嘅事情。其实真系要落到底咧，好多系即场判断嘅。不过有一样嘢咧，我都系一路而家同紧市民讲，因为阿梁美芬已经提咗一个权力及特权条例的动议，话要彻查整个反送中运动的外国势力干预，只是外国势力啫，唔止，仲有资金来源啊等等咁嘅所谓的黑布的原因等等咁嘅情况。咁我哋就觉得，喂，如果我哋撤出晒成个议会咧，咁佢保皇党要过啲恶法，明明是要搞半年大半年的就唔使啦。一個禮拜兩日搞掂啦，兩日搞掂啦，三讀通過，佢就大把時間咧，去同你做一個全面清算，清算我哋嘅前線好多兄弟手足，幕後嘅支援嘅人員，六一二基金、星火基金，要逼你交所有嘅帳目出嚟，邊啲人收過捐款，邊啲人捐過錢，清算所有嘅參與呢場運動嘅人士，仲係公審式。要你啊，傳啦，劉慧卿上嚟立法會宣誓下作供，要你提交邊啲記錄，你手機記錄諸如此類，你係冇得唔提供啊！一唔提供咧，就係刑事告你，要坐監噶。喂，阿梁振英，我哋會頂實咯，一定頂實咯。你提翻大家，阿梁振英嗰次調查佢咧，佢哋全部都唔嚟噶嘛？點解嗰次又可以唔嚟？因為嗰次就冇權力及特權嘅嗰個調查權，係咪啊？所以你哋查梁振英，因為周浩鼎又同阿梁振英又喺度搞啲資料嗰度嗰單嘢咧。嗱，佢點解唔嚟？我真係幫唔到佢去答。唔係點解可以唔嚟啊？唔係因為冇權力及特權。你嘅意思即係佢投票嘅時候冇阻我哋去成立呢個啊？但係當時我哋嗰個成立咧係20個議員企喺身就可以成立，亦都冇權力及特權條例嘅。最主要就係呢一樣。但係如果梁美芬呢一個咧？佢係立法會過半嘅議員同意，就可以用個權力及特權法尚方寶劍去清算成場運動，呢個極之危險嘅。咁當然，另外有一樣咧，佢哋都會好想好快想做嘅咧，就係、是、修改條例咧，就係俾喺大亞灣嗰度住嗰啲人，大灣區，大灣區嚇嗰啲人咧係翻嚟投票嘅。咁當然呢樣嘢咧，其實就係非常之爭議啦嚇。我好多場合都同不同嘅人都提過。咁所以如果你話冇咗議員喺，即係冇咗民主派喺度咧，咁又係啊，我們鼓掌通過，咁啊搞掂噶啦。因為大好大鑊啊！大灣區嗰度咧，而家政府話有500,000即係香港嘅居民喺嗰度住嘅。咁我唔使多啊，你有25,000票投咗落嚟嘅話。全香港，我哋計過條數，上次區議會選舉贏多過1,000票嘅，係得民主派嚟計啊，百零席，有200多席咧係贏少過1,000票嘅。咁所以一投落嚟，全部投曬保皇黨，咁我哋最少輸200多席噶啦。同埋你亦都冇得追究佢中票啊、賄選啊，即係你報廉署啊？不要搞笑啦，係嘛？同埋你喺嗰度啊嘛，你邊個去管呢？咁有啲人就話：哦，你如果你入嚟政府嘅辦公室咁樣，喂，咁係咪個權去係咧？你入住入到嚟咁可能又係啦。咁你喺出邊咧？出邊就公安嘅咯喎，係國安管嘅咯喎。咁另外有啲人就話：哇，你俾大灣區嚇嗰啲人都係中國人啦、香港人啦嚇、永久性居民添啦。喂，咁我有好多住緊喺台灣嘅喎，我亦都有好多住緊喺英國，哇，加拿大又仲多。喂，澳洲咧，咁嗰啲又係咪翻嚟啊？咁係咪淨係大灣區嗰，即係嗰條例點寫，同埋你點去執行啊？嗬，咁所以你哋一定要，我覺得一定要有人喺度咯。咁有啲嚇，因為呢個投票一過咧，唔單止個區議會。立法會整個選舉結果可以重寫嘅，咁咪咯，呢個係影響極之深遠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你話如果啲議員反對派嗰啲唔喺度，咁你話有啲人話咁緊要啫，你咪企喺門口喺度嗌咯。你睇下有冇傳媒得閒會企喺門口去訪問下你啊？或者你除非你企喺門口否覆啦。又唔係咁講嘅啫。嗱，
而家咧，你唔係議員同議員，我相信傳媒嘅報道唔好講到剖腹咁啫。大家知道街頭嗰個抗爭係非常困難。金鐘一大立法會啊，你見到啊，啲水馬圍到啊，你根本即係插針都插唔入。咁嗱喺立法會入邊，我哋係咪一定阻得到呢？我哋唔敢講，不過一定係講曬啲嘢喺入邊頂到幾耐，頂幾耐，裏應外合總好過淨喺外邊要夾到你灣仔啊，去九龍抗議金鐘立法會立緊法。我覺得即係喺入邊點都拖延到，拖延到咧就係時間換取空間，希望引起本地傳媒啊，以至國際傳媒關注。即係呢個係重要咯，同埋我相信你哋自己都會做資料搜集啦，但係秘書處都應該同你哋做個搜集，俾全香港知道，即係香港人住喺外地有幾多度咯，盡量睇下係嘛？即係如果你話要將呢個投票權係去伸展俾其他人嘅，咁咪講清楚咯，喺邊度咯？同埋全世界咧，好多地方有啲境外嘅投票咧，就係點樣操作咯？佢都係選嗰、那個，譬如係總統啊。最高層次的選舉嚟㗎。如果你去到一些代表地區的，譬如區議員啊，或者我新界東立法會議員啊，因為你根本不是住在那度，你已經即係離開了個地方，可能十年、二十年，你怎可以幫我上水石湖區區議員？你怎可以幫上水石湖區啲居民去揀你嚟緊嘅民意代表呢？是講不通的嘛。咁所以其實佢而家法例咧有個合理性嘅，就係話你要通常在港居住噶嘛。你而家搣甩咗呢個，佢話長住大灣區都俾你投票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好大問題喎。咁所以咪睇睇人哋外國有得即係翻，即係你話去大使館投票或者係寄翻嚟投票嗰啲係點樣規點樣操作咯？我相信有好多嘢係要講出嚟俾市民知道嘅。嗱，我星期五咧。就請咗啊立法會主席阿梁君彥咧，係上嚟呢個節目。你有咩嘢想問阿梁君彥嘅？嗱，佢係主席啊嘛，咁你我或者你好多，你抽一兩樣你最想問佢嘅嚇。作為主席，你覺得佢係嚇？我覺得佢就做主席啊，極之唔稱職啦。點解咧？即係你睇翻立法會立法局咁多年嘅歷史。其實佢係能力最低嘅一個主席嚟㗎，亦都係極之不公允。點解唔公道咧？你話佢做嘢？佢其實咧，你睇嗰啲直播啊，立法會直播你睇得到㗎。同一個議題，保皇黨咧就拉到即係離天萬丈遠，佢都任佢講嘅。我哋一路講緊回應緊對方啲無理質疑，佢就話你翻嚟個議題，佢就話你係啊，佢就話你離題，你唔翻嚟我。終止你嗰個發言，同埋佢唔識講道理嘅啫。佢每次都係話：哦，我已經作出咗裁決啦，不容辯論。啊，你有咩你之後嚟同我入我辦公室再講，根本唔識得解釋自己嘅裁決嘅。即係佢一味係靠大聲，係處理唔到議會一啲合理嘅質疑嘅。你哋咁有冇入過去佢辦公室同佢傾過？有，次次都鬧交收場。哦，即係有入去傾嘅。唉，咁同佢入到去，佢都係唔解釋嘅。水平太低啊，冇辦法。咁嗱，呢一嚟緊呢一年，你希望佢有啲咩可以即係做翻啲？即係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議會係如果可以暢順啲運作，做到啲嘢咧，係幫市民噶嘛。咁個主席，我從來都覺得係有個角色嘅。咁你覺得佢有邊啲嘢係可以即係執翻好啲嘅咧？我對佢冇乜期望嘅啫，完全冇啊！冇期望，我亦都想即係同大家市民講，嚟緊一年，如果我哋留翻喺議會咧，都係抗爭嘅形態嘅，都唔係話喂我哋提出啲咩政策倡議啊，政府又會點聽？你睇而家政府全部都不望神州嘅啫嘛，乜嘢都係聽大陸講，佢唔係同你講政策合理性啊。公帑合理使用啊，佢唔係講呢啲噶嘛，係嘛？你見佢最近嗰個傳聞嗰個咩驗肺炎，猛咁夾啲人去，最嬲尾佢可以話我完全唔計嗰個成本嘅，總之做到幾多做幾多嘅。喂，公共政策邊度係咁嘅啫？從來都要計算你個開支係點，你個效益係點，係嘛？佢劈曬噶啦呢啲嘢。唉，盡力去做啦，挺下。我相信市民都係公道嘅，你哋講咗出嚟。你話對大主席就冇期望，對秘書處有冇期望啊？秘書處都冇嘅，
點解秘書處會所謂係咪淪陷咗，抑或點咧？其實有好多好資深嘅立法會嘅同事咧，即係議員，即係嗰啲秘書處嘅同事啊，秘書處非常之專業，同埋係有好高嘅操守嘅。但係我見到係越嚟越多人走啊。哦，係嘛？其實呢個都係成個香港嘅縮影啦。你見到考評局又係咁，監警會又全面淪陷。是不是你很多啲公營的機構啊、執法的部門全部都淪陷，係嘛？即係你開場話，喂拉我暴動，我其實預咗我佢拉我噶啦。聽日就唔係暴動。不過冇，我都預埋七二一噶啦。我以為啊非法集結啊嗰啲咁間粗屈你一條半條啦，即係作為一個叫平衡啦嚇、啊，暴動。可暴動，即係離曬譜。即係佢講我講嗰啲説話都係話，喂，嗱，唔好撐到咁遠啊，挺。我想你講下秘書處啫。啊，你覺得佢哋有啲咩嘢做得冇？因為我咧，我由秘書處獨立秘書處成立，即係行管會成立，我一路都係行管會嘅成員。我對秘書處咧係非常之愛錫，亦都好緊張。我要叫佢哋一定獨立、專業、客觀為議會。同埋為香港服務嘅，咁而家你講到咁咧，我想你講一兩句，你點解覺得秘書處咧？你對佢冇期望？其實你睇到咁耐立法會嘅爭議咧，秘書處佢係剔曬啊，即係挨咗埋去，企埋一邊啊，唔係企埋一邊，係挨咗去佢哋嗰邊啊，係咪？呢個一清二楚，冇錯。點樣挨法咧？之前有個立法會。一個很大的爭議就是話，喂，內會啊，郭榮亨選舉主席嗰個安排係咪啊？咁其實佢一路未選到個主席，佢根據議事規則，佢仲係嗰個主席嚟噶嘛，即係主持住個會啦，起碼係咪？最後尾佢可以話，喂，保皇黨話唔係啦，我哋攞咗個外邊嘅法律意見，就唔係咁嘅，咁所以咧就唔使跟噶啦。阿大主席話唔使跟呢、這個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不用聽郭榮亨講的，掃他走，由李慧瓊主持回個會議。即是你看到根本有議事規則的他不跟，沒有議事規則的他就用個酌情權，而一味只是聽保皇黨講，你看得清楚的，保安也是對保皇黨那些違規的行為趕了他走，又被他入回來的，我哋嗰啲咧趕咗走咧，就揾人扛實曬嘅，一清二楚嘅，一定係有立場噶啦。喺行管會就民主派都有代表噶，冇做咯喎，嚇，冇做咯喎，個個退曬出嚟啊！行管會唔參加，係啊，點解唔參加？點解放棄咗佢咧？喂，咁你立法會你又話下個月想參加，咁有個行管會喺度又唔參加，即係咩意思咧？嗱，行管會又唔同，行管會係全部閉門噶嘛，啫，你知啦。係閉門，但係佢管理成個秘書處。我知道，但係佢入邊啲人完全唔聽你講啦嘛。咁佢唉，完全唔聽你講，你對外又唔講得，喂，市民又唔監察到，係嘛？你又要保密，咁你冇辦法喎。我覺得就即係自己嘅意見就可以講嘅，你係唔好引述有啲人講。我行管會坐咗咁多年，即係我覺得有啲會你一定要入翻去噶嘛。嗯，即係你哋覺得即係，等我哋再諗啦，係啦。即係如果大家決定留再講啦，你就其實而家講緊好似十零日後啲嘢嚟嘅咋，即係唉，其實即係市民應該對將來有啲咩期望咧？你覺得阿挺？我覺得是現在很黑暗的了，一定很黑暗，但就不要自己覺得是一種絕望咯。我知道有很多人會覺得氣餒，很累，不想再鬥下去，有些人是這樣的想法的，但我希望大家要想深一層，其實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全世界最大的極權政府，我哋嗰個堅毅嘅意志咧，係非常之重要。如果我哋香港人自己都放棄嘅話，你諗住喂我淨係靠外國嘅聲援，我覺得唔夠咯。你香港人一定要自己堅持住，外國人睇到我哋嗰種勇氣，嗰種嘅我哋嗰種抗爭嘅精神，咁先有機會
是令到我們的運動延續，希望終有一天是有個變局咯。咁呢個我而家係想盡快啦，姐嚇。咁呢個一定係啱啦。如果你香港乜都冇嘅時候，外國人點會有興趣咧？講都講唔出啦。唔係你做咩嚟香港啊？香港人都冇曬嘢啦。佢見到嘅就係幾十萬人遊行啊，嗰啲好多人湧出嚟嗰啲嚇。咁但係佢哋咧就唔支持暴力嘅。佢已經講過俾我聽無數次噶啦。但佢係而家又要限聚令又成咁啊，冇機會俾香港市民走出嚟啦。不過即係希望大家都要嗬，冇放棄咯。有好多嘢都係官逼民反嘅，咁我哋盡力守護住我哋嘅戰線啦。無論街頭好、議會好、國際聯繫好，我哋覺得都要頂到尾啦。OK， 咁好，多謝曬你啊，挺下，多謝嚇，拜拜。拜拜。